创意理财，尽在运通。大家好，我是曾英杰，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台北股市现货以及十一月其实今天出现了一段开高走低的趋势盘，中场现货重挫了274点，十一月期指重挫了294点。由于今天川普基本上可以说是当选了，所以呢，在今天的行情里面，全世界啊几乎无一幸免，通通怎样收低。我们先来看一下整个十一月期指今天的当冲走势图。今天整个十一月期指的当冲走势图啊，我用四个字来形容它：血流成河。这个盘标准是一个血流成河的一个盘势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当冲的高低区间实在是太恐怖了，竟然高达416点，这算是一个非常大非常大的一个行情。我们可以看到早盘哦，它开9223。首先早盘曾经一度传出希拉蕊应该会胜选，所以拉到了9307，这一拉拉几点，各位这算小 case 哦。这你不要看这样哦，这个虽然是小 case， 它也有将近80几点哦，84点的行情哦。接下来狂泻。盘中川普一路领先，接着从高点9307杀到最低点8891，在1:08出现。今天的行情真的很可怕，416点。那我为什么说今天是一个血流成河的盘？我们来看一下成交量，来打波拉近，这真的惊死人。今天的口数，成交的口数总量竟然高达38万口。我相信这38万口一定是很多散户在没有任何依据的情况之下，非理性的冲来冲去的一个操作。所以因为非理性的操作，你没有依据的一个情况之下，我敢讲今天很多投资朋友的心情一定是荡到了谷底，一定是恶劣到了谷底。所以说接下来我知道很多投资朋友今天受伤而且赔了不少钱，接下来你该怎么做？我希望你还是一样，每天都一样。我说过我的节目是做给每天受伤做不好的投资朋友来听，你到底现在该怎么办？你到底现在应该要怎么做来挽救你现在的局势？我希望你能够认真看一下我们的节目哦，尤其是今天曾老师的操作，我更要告诉你一个很重要的观念。什么样很重要的观念？如果你到现在你的进出还没有任何依据，还是凭赌博的方式，凭感觉的方式的话，那么我相信未来如果还出现像今天这种大行情的话，你肯定又会兵败如山倒。所以到底该怎么做？今天我们会给你一个很明确的一个方式。那如果你今天受伤的话，我觉得你是该投靠我的时候了。该怎么做？我们来看一下。像今天这个盘，我要告诉你，如果你本身不是专业的操盘手的话，麻烦把我的讯息然后再加上我的软体一起给他带走。顺便在今天我要告诉你什么叫做纪律。那纪律为什么就是新台币？我希望你能够认真看一下我的节目。我说过每天的盘到底要怎么赢，我都会教你。相信的盘要怎么赢，怎么做才会赢，是我每天的中心思想。齐王的当冲讯息再结合仙人指路的智慧版，我们一起来看一下。这个是应该在2017年才推出来的，我现在已经推出来了，提早在2016年年底推出来。这两项商品，一个叫讯息，一个叫软体。讯息结合软体，我要让你看得到也吃得到。来，一起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操作。我们今天的操作也是有对有错，不是全对，也不是怎样一路空到底。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怎么做。首先，今天早上开盘的时候，各位，我们来看一下开盘价多少。开盘价它叫9223。开盘没多久的时候，大概5分钟的时间，我就带会员去做多。我们看一下讯息，8:50市价做多。11月期指目前报价9239附近，收到讯息之后，不管价位多少，市价做多至少两口大台。我们接下来看一下曾老师的操作，我要告诉你什么叫做大胜小赔，什么叫纪律操作。今天8:50，我们在9239市价做多，一起来对价对时。将近8:51的时候，这一笔单穿价成交9238 9239。好，这一笔单成交之后，各位我们都知道9:10，它指数短短的20分钟，好，20分钟你可以看到它冲到哪里，9307，这里叫8:50，这里叫9:10。我们一起来看一下，冲到9307，对不对？那记不记得我讲过一件事情？如果你跟着我操作的话，不管怎么样，你一定要拥有我的操盘软体。为什么？因为所有的进出的一个点位，
你做多该在哪里停利，你做空该在哪里停利，这一套系统它都会很明确的在一开盘帮你做规划。因此我常在电视上讲，你如果跟着我操作，不但要有我的讯息，更要有我的系统，更要有我的软体。好，那么现在我们在8:509239做多之后，到底要在哪里停利出场？不要猜，打开这套软体，当多单成交之后，马上打开软体去看到底多单该在哪里停利。打开软体你会看到今天你多单应该在哪里停利，来导播拉近8:46压力转折，多单停利参考点它叫9289，也是要做空的点位。我讲过，你有我这套软体，你的操作保证进退有据，你不要再像今天这样毫无凭据的在那边冲来冲去。我相信今天你会受伤，一定是因为它跌下来你输到了，你开始慌了，你开始慌了，你没有任何依据情况之下，导致你所亏损的金额越来越大。所以今天很多人受伤的原因我都很清楚，但是我希望你不要慌，你看一下我们怎么做，到底我这样做能不能帮助你，我们的这套软体能不能帮助你。我希望你要认真看，现在不是伤心难过的时候，现在是平心静气来看一下我们的做法在未来能不能帮助你。来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做多要在哪里停利，不要猜，很简单，你有我的讯息你会做多，但是在哪里停利你也不要猜，因为在8:46仙人指路都已经帮你算好了，他告诉你今天的压力9289。来，我们来看一下是不是真的9289，很清楚很明确，而且是在一开盘就告诉你今天的压力预挂做空点位，它叫9289，是什么？多单停利参考点。所以这个9289做多，来到了9239做多，来到了9289给它出掉，刚好两口单大涨100点，各位是不是出得很漂亮？那接着呢，9289空单进场，这不得了了，这一段空下来杀很大，至少两口大台。好，这个空单做完之后，各位到底要在哪里补？一样不要猜，到底要在哪里停利？你都不要猜，做多做空都一样，做多你要在压力点停利，那这一套系统它会在8:46告诉你。那万一做空呢，也不要猜要在哪里停利，8:46这一套软体它就会告诉你在哪里停利。像今天我们的软体8:46告诉你什么事情，如果你做空的话，支撑转折空单停利参考点它叫9120，当然很显然这9120没命中今天的最低点，那因为今天呢是特殊情况，哦，刚好是美国总统，所以这个低点呢支撑呢我们没有命中今天的最低点，而且这一笔单有损失，我等一下会交代。预挂做多点位叫9120，是什么？空单停利参考点，做空停利看支撑，8:46仙人指路就会告诉你不要猜，9289放空，来到9120出掉。为什么9120？来，你来看一下，这边写得很清楚，预挂做多9120是什么？支撑转折嘛，那支撑转折就是空单停利参考点嘛，9289放空，来到9120出掉，这一跌300多点，338点，9120当然多单进场啊，软体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，不要管对错，因为这绝对有一个停损机制，至少两口大台。好，这笔单确实停损出场，损失几点？来，我们看一下停损价，这边写得很清楚，停损下限9095。所以这笔单你来看喽，一口是不是损失几点？25点，两口单损失几点？50点。好，这笔单是停损出场的，我确实这笔单确实是停损的。哦，那如果不停损，你看看后面这杀下来，来拉近导播。很多人你今天不设停损的话，真的会死人。真正会翘起啦，真正会翘起呀，真正会输个翘起呀，你听下我意思不？所以这笔单我们确实有停损，但是点数不大，只有50点，两口单哦，一口单25，两口单50点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结论，今天的结论我们一起来看哦。来到11:26，你来看，我告诉会员什么事，今天不再动作，你会员手上现在应该没有任何的怎样部位才对，很清楚嘛，千万不要怎样自作主张的流仓任何部位，因为家风险加多，美国总统刚选完，明天台指变化会很大，明天再操作就可以了。所以我们的操作你会看到每一笔操作进出都有依据，什么点位进，什么点位出，它都有一个依据在。我们赢我们该赢的，各位这笔单没赢，但是又如何？我们有纪律，我们遵守纪律，善设停损。这笔单停损掉之后，你就会发现为什么曾老师说纪律就是新台币。因为你今天如果没纪律的随便乱赌一通的话，我敢说你今天一定输很多钱。但你看我们的操作，永远都两三笔而已，
绝对不会有五六笔，甚至于十几笔、二十几笔，这就叫做纪律操作。其实纪律操作不见得只有散射停损这一件事情，你的操作一定要依据，这也要记，这个也叫做纪律操作。你的操作不能过度频繁，这个也叫做纪律操作。所以你看我的节目，我每一天的操作绝对不会超过五笔，但是我每天一定做，你懂我意思吗？我每天一定带会员出手来操作，哦，这个就是我的任务，每天带会员操作，有进有出，有赢有输，哦，有赚有赔，这个就是我们实际的操作。那你来看这样的操作，如果你跟着我们的团队，哦，跟着我的简讯，跟着我软体上的一个点位来进出，你今天第一笔单会做多，先涨100点，接着来到高点9289，你去放空，杀到9120出掉，跌338点，这两段加起来就438点了。你就算停损一笔50点，那又怎么样？你还是有388点啊。我们老实说了，今天这个盘啊，散户如果自己做啊，你没有输啊，就已经算很厉害了。你今天要是能赢啊，已经算是高手中的高手。我讲的是散户，散户你今天如果没有任何依据，你没有我的讯息，你没有这套软体，我讲实在话，你今天只要没输啊，我感觉你就真厉害啊。你今天要赢，我感觉你就是散户中高手的高手。那到底有没有机会赢？绝对有机会赢。你只要跟着我的简讯，你不要有个人的想法，然后你也更不要去猜高点，也不要去猜低点，完全按照我们软体给你的点位，停损该停损就停损，该停利就停利，那这样你就会得到这种结果。做多上去100点，做空下来338点，接着再做多支撑，损失出场就损失出场，不凹单也不乱做，该赚我们赚，该赔的我们赔，得到的结果它就叫做涨跌388点的机会。各位，这样你了解我的意思吗？为什么我每天要讲操作？因为我想帮你，你就是因为不会做，我才要让你看一下我们今天怎么做，你懂我意思吗？当然这个电视节目我讲过了，虽然我跟你分享的是我们今天怎么做以及我的这套操盘软体的点位，我主要是要跟各位分享做法，不是要跟各位分享绩效。所以电视节目上所讲的这一切操作，请你仔细听，所有专业操作分析仅只分析指数涨跌点数，并非论述操作绩效点数，法令规范我们分析专业操作绝非保证确可获利，金融市场风险报酬共存，过去绩效不代表未来绩效。我讲过一件事情，如果你今天输得很难受，请你看一下我的使命，亚洲棋王的使命就是要让每个家族成员，你要看得到也要赢得到，用实战来代替解盘。我知道你今天输得很难过，因为今天行情实在太大了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行情哦，今天出现这款量啊，我知道有很多人受挡凶啊，拉近这一点挡凶的嘛，怎样的口数会出现异常量？因为很简单，很多人在今天的行情上冲下洗过程当中，你在那边冲来冲去，你非理性的操作啊，非理性的乱操作一通啊，你懂我意思吗？所以说在这地方你要怎么赢？看看我的操作，再想想你的操作，你要怎么赢？是不是一定要有人来带你，有专业的人士来告诉你什么点位做多，什么点位放空？各位，该在什么点位做就在什么点位做，赢我们该赢的，对不对？这就叫做纪律操作，赢我们该赢的。纵使做错了，严格执行停损，你今天就不会兵败如山倒了。所以你真的不会做，不要客气。今天中行的资讯你看一下，你认真的看一下，想不想跟我们赢，取决在你的手上。现在美国总统大选已经尘埃落定了，已经尘埃落定了哦。接下来已经没有什么时间让你观望了，明天开始这个行情绝对会抢棍，但是抢棍的过程当中，如果你没有跟到我的话，我敢讲很有可能跟今天一样。所以要怎么做？当然是要跟上我们的脚步啊，不要再怀疑了，中场资讯真的好好把握利用。我们这边稍作休息，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，谢谢各位。地震了怎么办？一趴下，二掩护，三稳住抓住桌角。更多防灾常识，请上台湾抗震网。亲爱的投资朋友，亲爱的投资朋友，曾老师知道你想要迎战棋子当中，曾老师知道你想要迎战棋子当中，因此特别推出了欢乐组合套餐。欢乐组合套餐，棋王当冲讯息，棋王操盘软体，即日起开放迎战四支架，迎战四支架，两项商品选一项，三个月28800，两项商品选一项，三个月28800。两项商品全选，两个月28800；两项商品全选，两个月28800。迎战棋子是刻不容缓的事情，是现在马上要做的事情。速拨迎战专线
02-2578-3777，02-2578-3777，现在马上拿起电话，享受欢乐组合套餐，谢谢大家。齐王团队期货操作给您三大承诺：一、每日一定出手；二、市价进出一定成交；三、停损停利严守纪律。我们拥有一套快准准操盘系统，帮助投资人快速累积财富。快，多空立判机不可失；横，顺势加码推升获益；准，停利停损确保不失。战胜期货，选就选最好的齐王团队，请拨02-2578-3777，02-2578-3777。亲爱的投资朋友，亲爱的投资朋友，曾老师知道你想要迎战棋子当中，曾老师知道你想要迎战棋子当中，因此特别推出了欢乐组合套餐。欢乐组合套餐，棋王当冲讯息，棋王操盘软体，即日起开放迎战试吃价，迎战试吃价，两项商品选一项，三个月28800，两项商品选一项，三个月28800，两项商品全选，两个月28800。两项商品全选，两个月28800，迎战棋子是刻不容缓的事情，是现在马上要做的事情。速拨迎战专线02-2578-3777，02-2578-3777，现在马上拿起电话，享受欢乐组合套餐，谢谢大家。平常工作时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，所以休假时我喜欢隔绝一切嘈杂，让自己沉淀，享受这片刻的宁静。 Choose your own life， 鹅牌气密窗。你担心瓦斯外泄危险吗？教你几个小撇步。瓦斯桶放室外，避免日晒，由瓦斯行安全技术人员定期检查瓦斯配管。使用瓦斯要小心，居家安全好放心。内政部消防署关心您。欢迎回到节目现场，我相信经过了今天的这个震撼教育之后，你一定会发现一件事情，什么事情？在这个金融市场里面啊，每一天都是机会与风险，每一天都充满机会，当然每一天也都充满了风险。那谁能享受机会避开风险？各位，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行情哦，要求多416点，416点。那今天成交的口数，我一看就知道今天一定是来拉近血流成河。为什么？因为这里面一定掺杂很多非理性的交易。什么叫非理性的交易？简单的来讲，就是散户凭自己的感觉，然后不小心做错了，拱掉啊，输个会拱啊，你听我意思不？开始黑白冲黑白弄，跟他消告同款。所以今天很多人受伤，我一点都不意外，而且是受重伤。哦，那各位你去想想看哦，这么大的行情啊，各位它是机会也是风险，那谁才能够享受机会避开风险？一定要有操盘实力，而且要有操盘方法嘛。那什么叫操盘实力？什么叫操盘方法？我们待会来看一下。那我请问各位，你今天为什么会受伤？因为你不具备这些条件吧。今天现在输得这么惨，因为你没这些条件。第一点，你的操作完全都在用药的，黑白冲黑白弄，跟小狗同款。你还没一个稳定的方法，没一个方法跟你说什么点可以出，什么点可以进。所以你今天黑白做，你看我的操作。来，各位怎么做？你只要把我的扣讯，然后再结合这套系统，两个东西一起带回去，进出就有依据，进出就有依据，一个明确的依据。怎么说？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哦。你看，你像你今天啊，你不要自己做，你完全没有自我的想法，你把我的讯息，然后再把我的这套系统，你把它带在你身边，你今天会怎么做？你来看哦，是不是真的看得到、吃得到？我们一起来看，第一笔单，记得你没有任何的想法。我说什么你就做什么，我的软体给你什么点位，你就完全遵照它做。8:50嘛，我告诉你，讯息告诉你9239市价做多，你就跟着做。接着指数是不是冲到9307？但是还没来之前，在8:46的时候，你会事先知道
如果你做多的话，应该是要在9289出掉，然后来做空。这个事先挂单，你都一定做得到。8:46，有没有？多单停利参考点。这个做完多单之后，你先赢100点下来，接着放空。这一空下去，真的不得了了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行情，目睭无拓汤的拢知，你空在9289，我相信今天不赢也很难了。你空在9289，今天不赢都很难了。来空下来哦，空下来之后，各位，9120，我们把它补掉。9120又做了一趟多单，那这一趟单停损了，停损25点，我们一笔单停损就25点。各位，刚刚我们都给各位看到，是不是真的停损25点？我们再给各位看一下哦。这个地方一定要很清楚，给各位看一下，我们这套系统设定的，它就是设定停损25点。你们看到预挂做多9120，停损下限9095，这一定会打到停损嘛？那停损又如何？我们只要保持着大赚小赔，大赚小赔，进出有依据，你赢你该赢的，不该赢的你就停损掉，这个就叫做纪律。什么叫纪律？不要过度操作，这叫纪律。你今天就是因为过度操作，盘中在那么非理性冲来冲去，输掉了很多宝贵的血汗钱，哦，这违反纪律。什么叫做纪律？散射停损，很多人今天多单输了，卡巴去啊，卡巴去啊，就不爱改出力，结果愈输愈多，这也是违反纪律。我们的操作，你只要一个口令一个动作，颜色停损，最大损失就是给他抓25点，你绝对不会大赔，你绝对不会大赔。你懂我意思吗？你绝对不会大赔，你只要肯散射停损，把25点的停损抓好。各位，该赢的你赢得到，这叫大赚；该输的你不会输太多，你会输到没错，但是不会输太多。其实你看我今天的操作，我有没有全部都讲对的？没有，错的我也拿出来讲。那为什么错的要拿出来讲？因为操作本来就有对有错，只是刚好我今天真的终于不小心输了这么一笔。不小心真的输了这么一笔，因为这个出现异常行情，你听我意思哦，总统大选这本来就是会出现异常的行情，所以我们的软体今天的支撑有停损，9120这一笔单有停损，我也是承认，但是你看一下对跟错，你是不是有机会？你还是会有机会嘛，你懂我意思吗？所以说这个观念，我希望从现在开始，我要让你了解到，这叫做纪律操作，你只要操作有一个依据，这个依据也许是我的简讯。这个依据也许是我们的软体都没关系，只要进出有依据，你其实你未来你还是有可能把今天所失去的这一切把它给要回来，你懂我意思吗？哦，就像这几天的操作，你看到今天行情比较大，388点，昨天呢，各位，我们软体抓出来的点位，每一天我都公布给你看，昨天9229放空，这一段杀下来，对不对？然后低点多少？一开盘9172，这个低点。每一天的操作，我们都是纪律的在操作。什么叫纪律的操作？我们完全按照软体给我们规划的点位。今天我们的讯息早盘做了一笔多单，这个就叫做有凭有据，而不是自己随意操作。再来看哦，这昨天220点，对不对？前天11月7号，这个礼拜才3天而已，行情啊越来越大。礼拜一，各位打开软体9115，如果你有这项依据，你的操作是不是可以事半功倍？打开软体9196。压力，各位，所以说在这地方我想要告诉你的是什么事情，亲爱的投资朋友，我每一天的节目你一定要看，为什么？因为亚洲棋王曾一杰天天告诉你如何操作，要怎么赢，也只有实战操作你才有机会拥抱财富。那今天这个盘我说了，它是一个血流成河的盘，成交了38万口，明天开始川普如果现在应该是说是稳定当选了，明天的盘开始一定会很大。如果你没有我的一个操作的一个指令跟依据的话，我相信你很有可能在明天以及接下来的日子里面，每天啊你也输干不敢走，我没跟你赔，不相信你马仔给看看，现在川普赢，马仔行情绝对会惊死人，你注意给看。如果没有我们明确的一个依据跟操作的一个指令的话，我相信你会看得到，然后但是你吃不到。想要看得到又想要吃得到，你一定要找到专业人士，并且要使用专业的工具，你才有机会真的看到吃到。那这一个方法我现在已经很清楚地告诉你，你要怎么做，明天想不想赢，你问问你自己。如果你想要把今天失去的一切拿回来的话，你一定要把中场的资讯善加把握利用。希望各位能够跟上我们的脚步，我们明天见，谢谢各位。
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，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数位机上盒让电视有无限可能，现在申请还有数位机上盒免费优惠哦。数位超 easy， 生活更 happy。亲爱的投资朋友，亲爱的投资朋友，曾老师知道你想要迎战棋子当中，曾老师知道你想要迎战棋子当中，因此特别推出了欢乐组合套餐。欢乐组合套餐，棋王当冲讯息，棋王操盘软体，即日起开放迎战试吃价，迎战试吃价，两项商品选一项，三个月28800，两项商品选一项，三个月28800，两项商品全选两个月28800。两项商品全选两个月28800，迎战棋子是刻不容缓的事情，是现在马上要做的事情。速拨迎战专线02-2578-3777，02-2578-3777，现在马上拿起电话，享受欢乐组合套餐，谢谢大家。棋王团队棋过操作，给您三大承诺：一。每日一定出手，二市价进出一定成交，三停损停利严守纪律。我们拥有一套快准狠操盘系统，帮助投资人快速累积财富。快，多空立判机不可失；狠，顺势加码推升获益；准，停利停损确保不失。战胜期货，选就选最好的棋王团队，请拨02-2578-377702-2578-3777。亲爱的投资朋友，亲爱的投资朋友，曾老师知道你想要迎战棋子当中，曾老师知道你想要迎战棋子当中，因此特别推出了欢乐组合套餐。欢乐组合套餐，棋王当冲讯息，棋王操盘软体，即日起开放迎战试吃价，迎战试吃价，两项商品选一项，三个月28800，两项商品选一项，三个月28800。两项商品全选两个月28800，两项商品全选两个月28800。迎战棋子是刻不容缓的事情，是现在马上要做的事情。速拨迎战专线02-2578-3777，02-2578-3777，现在马上拿起电话，享受欢乐组合套餐，谢谢大家。